Hello C Book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Phoenix， 一起来看我们匕首画手大挑战，耶！这么好理解吗？完了！几个字啊？你要跟我讲？音乐有关的，跟音乐有关啊，音乐有关，音乐有关，歌名吗？不知道。我这样看是歌名啊，因为他没有跟我讲几个字啊。歌名啊 ，Go Fire 啊，没有啦，白鹅白鹅啦，白鹅白鹅啦。恭喜你！动作很多的感觉。好，简单啊，哦，我让我比较关键。厉害吧？厉害厉害，厉害吧？厉害就厉害。可是我不知道，原本没事没事，原本很难，原本很难。你看每个人第一个反应都是完蛋了，他没有跳，他没有跳这首，可是我有看啊，我觉得我比较超好，我觉得我比超好，对啊，我怎么会误会，坤达，哦，还好哎，还好他知道，他说我超怕你们讲放手的，不是哦，不是，这个，这个是他的精髓。那我不想提示这一题的范围是什么。好，我们就用笔，好不好？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。OK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真的要想一下。好，我是这个。想这么久。能不能借我一支穿心箭，好把我钉在你的心里面？怎样，俊廷？几个字你没跟我讲啊？他没跟我讲、啊。我已经完蛋了。还是怎样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你猜吧。我觉得要提示一下，要提示一下。是动物，一种动物。啊，我知道。啊，台湾黑熊。好，恭喜得分。默契。Phoenix 的默契真的很好。默契。挑战一半成功。我们 Phoenix 最新单曲《Firefighter》的 MV 已经上线咯，在各大的平台都可以听得到。然后也记得关注我们的官方 IG， 还有官方 FB， 记得还要追踪。订阅我们的 YouTube， 还有每个人的个人 IG， 谢谢。谢。MV 刷起来。